喜欢当有身份的人。我是感染者吗？他在接下来的项目中会通过隐形任务来感染他人。这一路打过来是吗？压力好大哦。乔云姐，你今天问题特别多，我发现压力好大，会不会是暗号？出发！我看看，我被感染了，你看。都有问题，刚刚小鬼在大字型也有问题。什么？游泳圈下来的时候掉出来，呈现一个大字型，这有多难？他们都不太相信我们，不会你们也不太相信我吧？待会儿，我说实话，我有一点点啊，因为我觉得杨迪哥这队肯定有感染者。那你觉得杜江是吗？我不现在也不确定，但是 Justin， 我觉得我已经认百分百认定。昨天发誓，我说我是母体或者感染者，我要这么快让他出局吗？我觉得呢，先把他出局吧。前面那是谁？快！他真的快死了。我们知道他是卧底。对啊，我们在找机会袭击他。他怎么跑了？他不是感染者就是母体。对啊。然后我追他，我说：“乔恩姐，你开车过去。”就骑不动。